两年两千，合肥非垂通地方创新，托新竹县王山乡成立的主题工作站。托计划结束了后，多么简单，对亚洲平台连接起来的后生人，经常经思考，决定要留托地方方建议。不过现实方呢，正经有太多的难题嘅，甚至会遇到动态的考验。向下来看林秋玲同工厂面的最终报道。烧滚水芝麻虾，出很多酱酱的腐拍色。两位不但吃入网上菜提的菜，落下去和皮也都用火炭配板那个香味，配到茶茶的板，很容易都想回事。大家喝的茶类的饮品，对，也都是从都是我们大三杯上面的，或是从我们扎根这边自己自产自制的红茶。所以有跟在地的一个做板的青年合作去，使用它的板，那把它变成像是烤年糕的一个小甜点，那大家可以配着这样子的小甜点，然后跟一些在地的饮品，可以从饮食这一块去认识恒山这边其实有非常多，真的是健康又好吃的东西。也会系往山村界一间老字面所，热浪热浪热，还会会推土提方草色，这群后生间开始落去，透过刷起嘅手界，落主题工作站，先到展千界红界两间老福哥。其实早期它就是做所谓商业界的使用，那现在当然商业已经慢慢移往外边的那个竹东那边去发展，所以这条商业街的特性也开始没落。那我们就觉得，在这边如果去延续这样子的一个商业特性，那在这边成立那个工作站，那或许可以去扰动它整体效益这样。五六十年的老字面所整理过后，要变做连接菜体后生人的所在。开始我们只找到了两到三位而已，然后两位当然也是很素的一个路人，对，然后他们也是观望了很久，想说我们到底在干嘛，对，那。过了这样两年下来之后，我们现在手边已经有快8到10位的青年伙伴。都冇简单打下基础，唔过下回会嘅计划结束过后，本单认为计划去到往西嘅安度后生机，也唔知会用嘅是怎好，下一步会离开也系留下来。我们那时候心态会觉得可惜的是，我们好不容易寻找了这群青年回来。但现在因为计划结束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离开。对，我们觉得这件事情，大多数充满了不甘心啦。所以基督教体会比较困难，虽然收入可能有问题，不过提风从善，停车为主要去推动。反正大不了失败，我们就是回归各自的本业。总不能说你们把青年人找回来了，结果你们自己离开了。对，这个也是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想，我们这样超级像诈骗集团的，对，就是把大家骗进来，跟大家说，地方创生很棒哦，很好哦，大家可以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励哦。然后结果，计划一结束，然后我们就跟大家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计划结束，我们要离开了。主要是因为还是有好事，恒山好事他们一起在这边啦。那我觉得，合作是一个蛮大的力量。那这一点的话，也是让我们敢说，反正就也在这边试试看嘛，那让大家也可以了解，然后这里又有一些特别独特的资源啦。阿阿基继续坚持，其他彩铁后生机也了解到主题工作站的情形，还有俩两眼浪来建立起来的幸福，也系记得最强的后表现。那有些青年他可能那个眼神很好，眼色很好，所以很容易就看到我，他觉得我心情怪怪的，所以他在第一时间他其实就跑来我店，然后就来跟我讨论，然后帮我去梳理一下现在的状况，然后让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。印要上，联合工作站转型做一个共享空间，推动彩铁不散，推广彩铁主场，也是大家认识往生的聚焦点。顶主德国先前动动民主入到主题工作站，都摸马吃菜。好林咖啡的机出做了一只把推，想为入一杯咖啡的时间，让大家分享帮山的故事。我冲一杯咖啡10分钟，那我就有机会可以跟你介绍10分钟，恒山哪里好玩，哪里有趣。那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刚好有抓到你的需求，
那你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停留下来。因为现在大家来到这边都喜欢是深度旅游嘛，就我们到一个地方，然后想要了解说，那边有没有特别的东西，那不是说只是说，走马看花这样子。那我们这个梨园小屋，就是坐落在这个刚好在它的交界上面，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带大家做这个原矿泥的体验这样子。上座三项重大动作台地，透过两位很厉害的工料，主村艺术家钟志清来到店，成为容乃来讲王山的鼓。不只说植物啊，其实在地的这些庙宇的香灰，它也可以是当做一个助溶剂来使用，然后这样子就等于说我来这边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文化的意涵可以在更多的融入在里面。文化香灰嘛，张之纪录的这个樟木灰嘛，然后还有这个土矿。大人请进来，洗下清，奶下酒，也很硬。哈那冲击请进来，很正风世界，奶下醋，哈难走出去呢。两料都是彩铁的奶。那其实泥土它在森林里面是一个用蛮讲，应该最根本的东西啦。就你该植物啊、动物啊，其实都透过泥土获得很多的养分啊。那所以我们就带大家去探索这个泥土的时候，你就坐在看旁边有嘛该植物啊，可以让你去跟它有一个连接。最简单的奶从了解越多，你也后背就安到很多印地的故事。客家人啊，客家人是一个跟山林山连结很深的一个民族啊，树枝啊、瓜牛啊、叶子啊，或者是说穿山甲的鳞片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很值得你去想象，把它放在里面，成为你此行的一个故事。慢慢一步一步的，不止古道，包含社区，大家越愿意出来一起做事，我们整个环境就会越来越好。对啊，只是之前没有机会而已。主题工作站农业新地，下期开始摸熊肉，大家也看到本丹龙岩家合作的下期境内建筑发展，后生间的家人下期是为住村工，两下大家很希望，两都无简单的开始，做得继续下去。